I keep going down, down, down. Too many is going by. Caught in an action. Hey, hello, 你好，我是塞勒斯。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我在这边看电饭锅啊，你看这么多选择，我都不懂要怎样选呢。那你也知道吗？昨天晚上哦，每个人都跑去找货，去 NUC 买米啦、买肉啦、买蛋啦、买罐头食品啊，全部被扫光了。那今天早上还好，我可以买到了一些鸡蛋，自己在家里 stand by 吃啊。哎呀，我今天定哦，不要叫 NUC， 叫 MPUC 就好了，好笑吗？你确定你只是买鸡蛋吗？啊，当然啦，哎，有一点肉啦，因为只是吃鸡蛋会 boring， 对不对？啊，不要讲了，我们还是 focus 在看 rice cooker 啊。但是你看到这么多这个 cooker 哦，我只看中了两个，因为呢，你看这个两个哦，都是 1.8 liter， 两个都可以煮很多东西呢。更好的就是都可以煮这个蛋糕 brownie cake 啊，所以。不懂哪一个比较好嘞？我想哦，我要找一个 sales 来帮我一下，介绍一下，跟我讲哪一个比较好。哎，我去找一个人见。嗨，嗨，我要找人家来跟我介绍一下那个电饭锅，专门在找那个适合的人来帮我。我看中了这两个不一样的电饭锅，然后两个都是 1.8 liter 的，然后呢可以煮很多东西，但是我不懂哪一个比较好。那如果我要煮小焖的话呢？小焖的话，可以加很多东西。我这种小焖汤，那谁不行啊？如果你讲你要想煮稀饭的话，就建议你拿这个锅。我这个的话，这个是完全没有锅的，是 original 的。来，所以我这个款锅定，这个当然是这个饭锅的。随便。选到我要的电饭锅了，我要选这个东西吧。OK， 是我先，谢谢你 ，Thank you so much，Thank you。好，要打电话给妈妈，顺便问她一下哈，看她要不要一起买。OK。那最近呢，大家都非常关注呢新加坡新冠肺炎的这个话题，而昨天2月7号呢，我国宣布将警戒级别提升至橙色，那很多朋友们都开始慌了，记得不要慌，出门时记得多戴口罩，勤洗手，如果身体不适的您，一定要记得要求医哦。那在此呢，也要向站在前线医疗人员们说，谢谢你们，你们要加油，在观赏我们影片的朋友们。Together, we can overcome.